当你朋友想创业时，你在这搞什么东西？都半个小时了。看来忙住了，这是我打磨了20年的心血，一路一趟上。你要买个地球仪啊？还是你有见识，但是你只说对两个字。我的目标是征服全球。我现在有一个新的身份，集各种化学元素将其完美融合的科学研究员。看你表情就知道你不懂。那你说人话。那你现在进行到哪一步了？大环境改造，涂抹工艺。拼例子啊！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追随于我，你愿意吗？很好，你通过了考验。没想到这种时候你还能抵挡住这样的诱惑，果然我的眼光还是像以前一样毒辣。这就是你的店，怎么样，被惊艳到了吧？这就是这条街最具社会人口流动性的黄金位置。这多少钱一个月？300包水电。老板，工钱结下喽。他还不是有求于我。八个头，再干。滚。哎，好嘞。神经病。现在的年轻小伙有性格，我喜欢。不是你用力啊！我用力啦！我不搬了，我搬不动。你这样，我给你200块钱，你找人搬一下吧。等的就是你这句话。今天干的也差不多了，毕竟宏伟的工作计划需要时间去沉淀，走吧。那你请我吃饭，我帮你干，我干一天了。我早知道你就是这样子的啦，早有准备 ，baby。But I catch another fight.